这个整一咬，我看他怎么翻车。这个必须专业。用记住吗？你要不要记了？不会记，这个太专业了。这个是我按不上，这是个小的。有那个小的，你用那个黑的，那个黑的鲤鱼。嗯，换个别的好了。这种方法的质量不太好，质量不出来。你要把你这个，然后都同意。这种方法的我就不推荐了，客户们。这就是咱出的那个新的。嗯。哇，这么大。这个。对呀、啊，感觉。它容易掉上来的。是感觉没有那个秀气，那也没有长发型的。啊，这是我们习惯。嗯。你们都没反应过来吗？只有我。嗯。两分半了，佩龙。会不会太长了？换完这个吧。这个时间挺宽的，我上班时间没有用。对呀、啊。嗯，就是这样。